死了！对，他死了。我第一次见死人，给拿着。干什么？你不是擅长手枪吗？拿着。那染跟靶子是不一样的。笑笑，你听着，我现在需要你。 我们得出去找我们的战友。你秀逗了，你还要出去啊？那不等于找死吗？你是中国特种兵。我杀人了！不是杀人，是杀敌。走，快走，我们得去找战友。妈呀！我杀人了！你快走吧，这不是演习了，快走！ 什么？有枪声！别逗了，真哪来的枪声啊？真的有枪声！去，真的有枪啊！这下完了，真的完了！干什么你？啊，投降！
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投降了。投降投降。不是说他们是高手吗？也不过如此。走，去大堂。跟外界取得联系才行。谁都没有手机啊。叶存心肯定有，谁知道他在哪儿啊。我还活着，还有我。你们还活着？我不是说好了吗，同生共死。你手机呢？在这儿。快打110。对啊，这一打仗我差点忘了。穷智商。好，110，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什么？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不好意思，我没听明白。小心！有枪战？不是跟你说了吗？情人岛度假村打仗了。是情人岛度假村吗？请不要挂机，我们马上派警员过去。估计都已经出动，请告知陈慢警。猛虎，情人岛发生枪战，有自动武器。知道了，快去机场，我们要空降情人岛。是。
说不说？我没有你要的东西。介绍一下，我是亚洲黑色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我控制了，但你们不用害怕，我不会乱杀人，我只找我要的。只要你们不乱跑，不乱动，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们都能够活着。什么？情人岛遭遇恐怖袭击？为了赵云明，一定是为他。快，我们去情人岛，马上通知韩晶，跟他们一块去。明白。好。
备好了没有？早就准备好了。三、二、一。完了完了，二儿死了还是活着？前我们可是在一个岛上，难不成你想让我出去之后也会去？武装程度，咱们又不是没练过。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先出去，找援兵，这样等我出去看出路来，就带着援兵一块再杀回来。想不到你还有战略思想。我开心果他不是白叫的，得解决问题才行啊。我们现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必须想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们，我们的战友还活着吗？少说丧气话！火凤凰是浴火重生，我们没那么容易死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是夜总会。现在还活着的人吗？哎呦，这我可不知道。夜总会在哪儿？就在楼上。你带手机了没有？手机没来得及带。夜总会有吗？肯定有。刚才有人被杀的时候，我看见手机就扔在地上了。好。我们要找到手机，和外界取得联系。那他怎么办？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我们绝对不想杀人。你就在这待着，不要动。走，我们得赶快去找手机。我告诉你，就在这儿，不要动。我不动，不动。
赶快报告叶哥，他们真不是简单女人，要小心了。走。野狗，野狗，紧急情况，紧急情况。野狗，野狗，紧急情况，紧急情况。说，有两个女的从厨房后门跑出去了。后门是在把守，是钟某他们，他们挂了。嗯，有意思。这两个女的不简单，身手了得，而且会制作燃烧弹，人的损失很大。后门不是悬崖吗？是，他们跳崖了。根据他们的身手，我想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摔死。知道了。其余的那几个女的呢？一个也没找到。刚才我呼叫了一下，去他们楼层搜索的小组都中断了联系。他们出事了，要不我派人上去看看。马上封锁现在我们控制的出入口，设置防线。警察马上就要来了。那些女的怎么办？他们的底细你查到没有？非常奇怪，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地址全是一样的，经过查询，证件都是真的，但除了地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军人。军人？只有军人才查不到身份证的相关信息，却显示是真的身份证。军人？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女兵，或是武警的特战女兵。我想只有这个解释才是合理的。那中国军方事先知道我们的行动？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真是知道的话，我们根本进不来。就算是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也不会傻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杀害游客、绑架人质。这个后果，他们承担不起。有意思。我们把训练有素的中国女兵特战小组封锁在了我们的防区里。
人算不如天算。断气了，把他手机捡起来。注意搜索可能遗留的手机，我们后面跟外界联系就靠他们了。喂，收到。喂，我是特警突击队洪峰队长，我们正在赶往情人岛，请问你的身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琅琊特战基地火凤凰女子特战队教导员谭小林少校。少校，有特种部队已经在行动了吗？不是，我们是来休假的，遇到了恐怖袭击，现在被困在情人岛度假村里面了。现场什么情况？这里有一支来自境外的足球队，他们都是恐怖分子，他们持有 MP5、M249、M14 等重型武器，训练有素，大概30人左右。他们穿作战背心，下手凶残，动作果断，已经有不少无辜百姓伤亡。我们和他们交过手，但是还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你们的人什么情况？我们一共8个人，都是女兵。我身边有3个，其余4人下落不明。不过我相信他们仍然在与歹徒对抗。另外，我们单位还有一名男性军医，可能已经遇害了。我们会尽快到达现场，希望你们能稳住阵脚。在我们抵达以前，希望你们能保证自身和人质安全。另外，我会向上级报告，我们会与军方联系，把你们被困在现场的情况转告你们的上级。我们已经向基地做了报告，相信他们很快会与你们联系。好的，切记保护好自身和人质安全。好，我们正在寻找安全的据点，以便长期作战，等待你们的到来。通话暂时结束，我们要去寻找我们队友了。好的，少校，注意安全。好，走。火凤凰女子特战队，女特种兵，反社。看样子不是，他们和匪徒已经交了手，匪徒有伤亡。不管怎么说，有特种兵在里面，还是一支完整的特战队，都是一支可以里应外合的力量。总部，我是猛虎，我有紧急情况报告，我们需要与军方取得联系，是他们的特种兵报的警，里面有他们的9个人。猛虎，军方已经和我们联系了，狼牙特战基地的雷电突击队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也会参与这次行动。雷战也来了，雷神。对，总部，我明白了，我们能搞定。为什么要军方的特种部队参加？里面有他们的9个人，他们肯定是要来的。哼，就那么几个毛人，现在倒好，两家一起分，还不够过瘾的。别掉以轻心，恐怖分子能把重武器运进情人岛，不愧是简单角色。大家听着，打起精神，准备恶战。是。雷神，这就是情人岛的资料。怎么会是他？对，是叶钻心的母亲。这儿是他的产业。江湖都一起去了。根据对面传过来的情报，现在匪徒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尽量的小心。也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目前咱们还有4个人下落不明。他们一定是在战斗。你这么相信他们？他们是我们训练出来的，
他们一定是在战斗。他们现在非常需要我们。人员，这里是狼穴，我们已经接通警方负责人。老大，帮我接过来。雷神，我是猛虎。猛虎，没想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通话，怎么样？现在有进一步的情报了吗？我们正在路上。刚才你手下的那个女少校已经和我通话。他们现在正在寻找另外四个人，准备据点待援。目前，警方的反恐应急预案已经启动，各个警种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情人岛。我们的飞机大概还有十分钟。猛虎，我们大概还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到达情人岛。我希望和你们进行联合行动，猛虎，你明白吗？明确，我已经收到上级指令，与你联合行动。只要人质没有致命伤亡，我会下令包围度假村，采取警戒设备，等待你们的到来。太好了，非常感谢你。希望我们精诚合作。精诚合作。我相信他们。同样，我也相信自己。是特种部队，还有人活着吗？有姐妹还在更衣室。你现在身上有手机吗？也在更衣室。可以带我们去吗？我们真的是特种兵，如假包换。我们是特种兵，没事了，跟我走。待在这儿，不要出声，不要乱动。里面那个用手机发信息给公安，告诉他们你们的位置，记住了吗？那你们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你们真的要去对付他们？你忘了，我们是军人，记住了啊。我要一个不就行了？有用。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只有希望聂海林那个网筹带手机了。你去。谁来的？不知道，本地号码。接不接？接。
喂，哪位？是我。我去，你没死啊？废话，我当然活着。你找我点好消息吧。对不起，对不起。谁？芭比。哟。喂，现在在哪儿？什么情况？云雀吗？报告，我们现在在夜总会，外面一片混乱。到底怎么了？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恐怖分子已经展开了行动，我们被卷进来了。你身边还有谁？还有麝香。我们这边有三个人，迪莎子、密海林和何露雪。开心果和文香呢？我没有看见他们。我这儿还有四个活着的人质呢。你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会合你。明白。那我们建立防线。走，我们去夜总会跟他们会合。开心果和文香是不是出事了？我凤凰没那么容易死。走吧，走。